超人那打哈欠那张，大概有增加大概300-400。就是那张照片，为什么很爽？不知道，他们就觉得很自然啊，重口味，而且感觉拉近距离的，对，感觉你好像在我床，他在我床边，起床啊，哦耶，是看到色人，这个是偏色的，偏香，不是这样吗？哦，你也太自在了，对啊，哦，好像工作人员哦。而且感觉嘴巴很臭，终于赶完稿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从这边录完的出来，人家火气就太过了，嘴巴很臭的那种。来下一张，同一个人吗？这同一个人。哇，他这一张，等下我们先回上一张，下一张，这同一个人。哇，女生真的好可怕！哇，鞋子用踩的哦，对，而且她这个小腹是不是有一点怀孕？便秘，便秘，不是两位，她等下会出来。你们这边乱啊！跟他爸爸一起出来，对啊，跟他爸爸一起出来。先讲口臭，下一张便秘，怀孕。他们有一张好看的，像的，而且三张都长不一样，对啊。这张应该是活动的感觉，吼，它是三个后台被偷拍的吧？这个是谁拍的？这还有花，脸还发白，好可怕！欢迎莉莉安，欢迎莉莉安。谁说我嘴很臭？我生气，因为他嘴最臭，对不对？那是你，对啊，不像哎，很像，超级不像哎。他算我就在旁边休息啊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偷拍这样子。可是很丑哎，因为你整个身体都休息了，对啊，所以下巴就会被拍到。不是，因为他是属于神经大条女生，对啊。那你粉丝也会偷拍你？会啊，那一张就是有一个在衣服店买衣服，你说有小腹那个，哦，给我小心一点，你说像什么？你说怀孕的那个小心一点，很像便秘的，对，那是粉丝拍的，对，那是粉丝拍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时候真的便秘，我今天看到你没有，就比较微胖，好不好？没有到便秘，哦，对对，不好意思。那一天我就去，然后他就还偷拍我的照片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今天看到你很漂亮。”然后传刚刚那张来，你知道我傻眼，我整个心里想说，我整个忽略不想看。不过这种照片就是他被退粉，对你有影响吗？我是增加粉丝哎。我刚刚那一张超夯的那个，很像超人那打哈欠那张，大概有增加大概300-400。就是那张照片，为什么很爽？不知道，他们就觉得很自然啊。重口味，招待招待招待一张。拜托，保全粉丝，真粉，他们觉得很自然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是怎么样？那是一种反差。因为比如说我平常觉得你很漂亮，很喜欢你。可是我看到你真正私底下一面的时候，会感动，而且感觉拉近距离的，对，感觉你好像在我床，他在我床边，起床啊，哦耶。是看到色人，这个是偏色的，偏香，不是这样吗？想太多，不是这样，这个只是幻想说他是我同事，对，他在我旁边这样。你难得这个思考这么的正确，正确的逻辑。啊，听说你是越邋遢越容易被粉丝认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就真的，因为我平常很不爱化妆，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就是长这样，然后我都会戴一个超大的眼镜，然后穿夹脚拖鞋。然后上面穿很宽松的 T 恤，去买个早餐或者在路上，然后都会有人来要电话跟搭讪，然后我都转头过去说：“哎，我素颜。”我就很怀疑说，为什么有人要跟我要电话？美女是掩盖不住，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因为女生素颜，我有一次掉到水沟里面，全身是泥，人家还说：“康哥。”很看起来，康哥是康哥，是我推你下去的，是我推你下去，你怎么认出我？哦，是我推你下去。对，就是女生都爱你，但是用很多方法是随便，但是就不要去伤害自己。对啊，但你确实变漂亮了。她不是侵入型，对啊，确实漂亮了。有点小。那你喜欢哪一种？对啊，哪喜欢什么？就是我喜欢丑的，可是你丑的看她就对了。你是她是胖的，丑的胖。等等，那丑的在哪里？我没有说你丑的，他没有说丑的，真正。要揭发了，丑的在哪里？在场，丑的就他。他真的超丑的。你要开心啊！我要嗨菜能赢一点啦。我今天帅，我今天穿的很帅。嗨菜赢一点吧，有吧？只要你都走心，你就是丑嘛。讲不出话，丑八怪。他走心呢，他走心。这是我生日特别计划还是什么？真的计划，真的吧？对啊，不是，
我还行哦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卖看，电聊一下啦，走啦。什么意思？电聊会电聊？他欠我就电聊，快点啦，我们去电聊。可是你为什么喜欢丑的重点？因为我觉得长得帅的男生危险，就花心危险，没有安全感。他真花心，他真没丑，真的。他约过我们这边特别来宾去看电影。真的？哪一个？是你们都是讲出来，谁？一定要报仇，谁走心呢？一定要报仇。哎呦，好，下次你就借报一集双走心。哎，这大家不要常做，来宾更要慎选。好 ，OK， 这是希望你。我们如果遇到丑的，对，有幽默感，我们会想办法介绍给你。对，好好好。你等我，我再加一点狐臭。不好笑就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幽默的比较加分哦。那毛玄白，绿茶可以吗？绿茶好像不是丑的。哎呦啊！我觉得绿茶不是丑的吧？我看你比绿茶还丑哇！哇，一直打击到他的心。OK， 好，绿茶看到这集这一个时候，他应该大大叫 ，Unbelievable！ 对，哇 ！OK， 好，来请出。啊，下一位。今天我要让这个女孩彻底的爆红。爆红制造机就是我 ，OK， 我今天物色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女孩，她是嫣嫣，嫣嫣，今天准备好跟着孙导演好好的爆红了吗？啊，你看那个海报，笑一张，你就哇，这个房子这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哈哈哈哈！对，你知道哪个艺人有胃溃疡，你知道吗？又来了，真的，没胃溃疡，超级无敌，那就溃疡。这么多好看的照片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惊世骇俗啊！这个作品网友们一定超爱，嫣嫣爆红的日子是很煎熬的，加油，我推你到这边了。什么啊？这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让你看了四段很不像样的必须要。这个跟姐姐是讲啊，我出钱做一点效果，这一段太干了。那天照的照片，啊有，你看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哎，在 B 卡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就经历这样子啊，骑车当下一瞬间。你想得到这个，这很自然。这个很自然。B 卡的一瞬间呢？哦，而且骑 U bike 很有那个亲近亲和力。对对对，脚上去。现在很多人都站在 U bike 前面等，都拿着照相机准备。一 B 卡就哎，下一张。哦哦，背包你看。哦，这个臀型被你拍出来了。这要挂车的那一刹那，哎，这个瞬间吗？我拍容易哎，你这个厉害哎！你看你放那个新闻呢，就什么不管 ET 这个这样放，这个跨车这一刹那，你可以捕捉得到，真身，你不是普通的人，色狼界的高手，对，我在摄影的。哦，这个想法很好，你看了这个照片吗？我看了，我觉得大腿很粗。不会啊，不会，我觉得屁股没有感觉，反正大腿超粗了。那个 arch 没有那个 arch 已经 arch 那没有问题，没有臀型，臀型没有问题，尤其现在不太那个流行太瘦的女人。对对对，真的，现在有点肉。匀称现在不流行叫阿卡了啦。嗯，对啊，对，但是也不流行骄傲。骄傲他，来，现在看一下，这什么？我要因为骑手，他那时候手弄到车车，我手用到车的那个车车，我好希望我站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时候就一脚，有没有？那个涌泉代表你现在的心理状、生理状态。成人傻，这种事成人傻，没有要洗手。那女生在干嘛？她在洗手。洗手。我就想捕捉她那个很 natural 的一面。妈，洗手呀！那边哪有人洗手啊？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要演员做什么，是演员自己跑去做什么。你要捕捉。对，导演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好，你就继续洗。你赶快看她脸，她脸长好奇怪，你赶快看。笑点在哪里？在脸，在脸啊，在你啊！笑点在哪？笑点在你啊！后悔。来，下一张。哦，你这个蹲身，这不行啊！没有看过。哎，这会被抓走，这个不行。细细的在。这个你跟吴尊有什么差别？这个现行犯会被抓走。我在揣摩他的那个感觉。你有被人家这样拍过照吗？没有啊，就很这张我没看过哎。你会不会看了会想打他？糟糕，真的啊！怒气来了。啊，因为你认真在看，你在看报纸对不对？看那个报纸，那不是报纸，在看书。资讯要记录下来。嫣嫣不错吧？不错啊，不错啊。你个人觉得满意？大了，谢谢。你看，又骄傲，又骄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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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啦。